几公尺距离，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在支持者的热情簇拥下走了快两分钟。但是如何把人气化作胜选目标，还得考验在野的整合功力。毕竟才刚邀请喝咖啡的郭董突然态度转弯，批评柯侯把他当成敌人。郭董每天讲的话都不一样，有时候让人家无所适从，一下子喝咖啡，一下说人家夹杀他。对不起主流民意。对比柯文哲炮火凶猛，侯友宜态度低调不做回应，但是就这么刚好，郭台铭前一天才到球场观赏篮球比赛，侯友宜隔天也出席球赛为 FIBA 热身赛开球。除了出席运动赛事，客家票侯友宜也不放过，一早合体台北市长蒋万安抢攻客家票源，客家大佬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也拄着拐杖全力相挺。是我的非常患难的弟兄，关公的精神在他身上展现无疑，正派。你跟认识这个人，越认识越喜欢他。客家的精神就是勤俭朴实、应景精神，正直正派，走正道，走的是公平正义。我会发挥客家应景的精神，知死必勇，用生命守护台湾。火力全开拓展票源任务，对于泛蓝势力的整合，侯友宜急需火力支援。华人新闻陈仁志、罗代章 SM 小组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